即将进行四校六年级的大队接力，好，分成蓝队第一跑道，红队呢第二跑道，苹果绿呢第三跑道。好，我们比赛即将开始啊！还有跑道，请不要有人任意参与啊，才会发生危险。来，总准备，各位主任，预备。好，我们蓝队首先第一棒是由我们四年小班张哲瑞，红队第一棒四角许玉堂，那苹果绿呢是由我们赖明君哈。跑道，哇，我们第三棒开始就可以抢跑道了。接下来，第二棒还是跑自己的跑道，第三棒开始这才开始抢跑道，往内圈去跑。好，我们蓝队接棒的是我们四年小班宋亮义，红队呢？苹果六是我们庄崇志哈，加油加油！
你们三分两票，你们就走丢了。今天我的女生太好炸了啊！我这个大队队就是像一棒接一棒啊，我要发挥团队精神。啊，相当恭喜以上三队。好，接下来是整体的打耳比赛啊，中央了解。中国人体的打耳比赛完之后，会有社区的打耳比赛，那最后。